哎，贾医生，鲍老师他晕过去了，可能是溺水吧。溺什么水？洗脚水。谁的洗脚水？我的。我叫鲍鲍，我的每一天都在不停地清洁、整理、制定计划。清洁、整理、制定计划。你这一身毛病得改改呀、啊！没去看看心理医生吗？我去看过心理医生。医生怎么说？李医生。哎呀，我阴魂不散！能把心理医生逼成患者的话，不是一般的患者。看来我遇到对手了。情况非常危急，需要马上抢救。来，双手扶着。老妹儿，你看电视里那人眼熟吗？他呀，过气了。